回到祖国，我们在内心里面很感恩他们，各方面做得很好。在之前呢，意大利这边的华人呢，现在基本上，都已经歇业了，就是说没有对外，开门了。我这次正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嘛，要回来一趟，然后一下飞机看到是这样的情况，一路检查过来，心里很放心。看见大家这么严格在这里，对我们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措施检查措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很多零星的一些国外的华侨回来，建议吧，大家在隔离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也理解一下国内的这种政策，大家互相理解，尽量的做好配合，